带状疱疹案例：温哥华谢女士，五十六岁，原是点痣工。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，右边近肋骨部位阵痛难耐，躺下时右背及胸部疼痛。七月五日，背部开始起疹，红肿并有水泡。干姜粉加温水成姜泥敷在患处，在温敷超过十小时。 翌日发现蔓延到肚脐部位，背后出现水泡红疹，红疹蔓延，开始服用浓姜汤三十克，全身按推，全天姜泥温敷，每次六至八小时。经过四天处理，开始结痂。七月十日用姜泥温敷后，全天休息，睡电暖床，晚上睡眠时间延长，疼痛减少。 七月十二日，手部冰冷，紧急服用三十克参汤，精神立刻转好，恢复暖和。温敷前抹上一层姜膏，再撒上姜粉，效果很好。红疹当天结痂，结痂变平，消退变淡。带状疱疹的疼痛不是几天就能解除，但若加强运动，疼痛就很快改善。 在修复过程中，需补足内外热源，并充分休息。前后比对，处理前、处理后。感恩原始点，感恩张医师。